晚上好。晚上好，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大家晚上好。阿佳呢，对不对？我现在准备去阿佳的家里面，然后现在呢，准备就是因为很久嘛，很久没有给大家唱过歌了。我现在回那个自己的那个睡觉的地方，拿一下那个设备，然后把设备拿好了以后，一会儿用麦克风给直播间的哥姐们唱歌，行不行？可不可以？直播间的哥姐们行不行？行的话打个行字。我现在让我那个驾驶员去拿了。对，是不是大家很久没有听过就是我唱歌的这，对，就之前唱过几，就是之前嘛，就是拿着麦克风唱过歌，但是很久没唱过了，所以我让那个我的那个驾驶员去拿了，然后一会儿拿过来以后呢，咱就去阿佳家。然后因为你知道吧，直播间的哥姐姐们，阿佳的话就是之前我们俩一起就是合唱，就比如说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啊，去 KTV 里面唱歌之类的那种合唱过。一会儿的话我就邀请阿佳，然后一起唱，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打个可以。事情解决了吗？对不对？解决了的，解决了的，早就解决了。对啊，谢谢关心啊，感谢关心。行，对不对？好了，这个怎么还没来呢？这个早这么久。阿佳刚刚直播了，对不对？对，因为我今天找到他是匆匆忙忙的来啊，匆匆忙忙的来，然后就没有就是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唱歌的那个设备给带上，然后现在就是返回去把这个设备带起来，然后一会儿的话叫带上阿佳就一起给大家唱歌。阿佳太善良了，对不对？阿佳善良吗？直播间的哥姐姐们，你们觉得阿佳善不善良？善良，对不对？确实挺善良的。对，因为怎么说呢，这分开这两年的话啊，就是家里面也有就是就是让我去相亲啊，让我去就是各种的，就是因为我妈的话就是差不多一个月里面差不多家里面相亲的人都有七八位。啊，七八位，但是我觉得都七八位都是，哎，觉得就是还是阿佳好，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也是这么觉得，不仅仅哥哥姐姐们这么觉得，我也是这么觉得，是吧？啊。真的善良，要专一，对不对？但是现在目前来看啊，就是阿佳的话，就是把我的话，就是当做谁？当做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样的那种关系，有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哎，你们有没有在阿佳的眼里面，就是发现，就是他还喜欢我的那种眼神，你们有没有发现？哎呦，我天，这手机都给我，好像就是没发现的意思哦。这手机都给我掉的，这手机都生气了，没发现。有吗？等一会儿啊，我让我那个驾驶员把那个唱歌的设备拿过来，然后跟他一起合唱一首歌，看一下合唱的时候他的这个
看一下合唱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神啊，看一下就是因为我主动，我唱歌的时候我主动就是发起攻击嘛，啊，就是眼神这方面啊，看一下他的眼里面还有没有我啊，一会儿啊，现在还在等设备呢，直播间的哥姐姐们，进来的哥姐姐们，现在还在等设备，等我那个唱歌的设备，那个麦克风，然后现在进来的话，咱能不能把这个免费的赞再点一下？对，就是在右下方这个地方，对，一直一直按着也行，一直一直点，啊，我是点不到500下，点一点，就这么一直点500下的话就手酸，不知道直播间的哥姐们能点到多少下。你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我现在让我那个驾驶员去家里面我睡的那个地方去找那个我的那个唱歌的那个麦克风啊，然后我在车上就是给直播间的哥你们唱会儿歌，很近，离阿佳佳很近的，对，离阿佳佳是很近的。你自动点赞对不对？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自动点赞，手按着就行，对不对？哎呦，这一眨眼的时间就直接点到20000了！哎呀，这什么？这手机这，哎呀，这我也不像个主播呀，我也不像个直播的，一个支架，手机支架也没有，就卡在这个手机屏幕这个地方啊、但是它震动的话，它会掉下来。但不到不敢亏我看啊、对，还有一件事情啊，直播间的哥姐姐们，就是啊，等一下人数多了以后再统一的时候，不然的话重重复复说过来说过去都只有这几番话了，等一会儿人数多了再给大家讲啊，再给大家讲。哎，不行了，这今天这意思是不让我去找阿佳的意思还是怎么的？我是把手机卡在这个地方的，直播间的哥姐们，你们看一下啊。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一个主播，可以这么讲。我是把手机卡在这个地方，就卡在这个地方，它就一直往下掉。啊，你说作为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直播的一名一个小男孩，你说一个支架也没有，哎呀，太可怜了，这你看太不专业了啊，一点都不专业。因为你不恢复我们问小果的事情，手机老是掉，对不对？是这样的吗？莫莉啊，小果对不对？小果的话也没联系了，对，没联系了。怎么说呢，小果的话现在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哎呀，之前的话也是当做一个妹妹，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妹妹，就包括就是以后小果来找我玩呀，大漂亮来找我玩呀，我肯定拒绝的是大漂亮，我肯定欢迎的是小果来找我玩，因为小果这个姑娘的话也特别漂亮，特别善良啊，就像阿佳一样，对，所以的话，比如说小果和大漂亮同时来找我玩啊，找阿佳我们两个玩，我肯定第一时间欢迎的是小果，而不是欢迎的是大漂亮，这大漂亮真的是，哎呀，怎么说呢？没话说，大片的现在在哪儿呢？大片呢？大片呢？现在是不是躺在阿佳的家里面不走了？哎，你说人能活到这个境界，我说还要这个脸吗？直播间的哥姐姐们，一个人能活到这个境界，是不是？你看别人也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血缘关系啊，也没有什么利益上的这个交接，这怎么就有一张脸就是睡在别人家里面呢？我就搞不懂，在阿佳佳的家里面，对不对？刚才直播了，对不对？现在还在直播没有？现在还在直播没有？没有了是吧？啊、
没人，这我这个人怎么拿一个那个麦克风怎么拿这么久呢？这个怎么你拿个话筒拿这么久呢？啊？等你先出去郁闷哦。那写信嘛，发文都不是在自觉的，你自断写好的。嗯，快点啊。拿这么久，这办事真的是一点都不积极。怎么还对自己就是那个呢？大片的现在在直播，没有直播间的哥姐的吗？大片的现在在直播吗？还大片的在直播的吗？在直播对不对？我连下他骂一下，骂他两句。我一天不骂他，我浑身都难受，好像就是，不骂他，我就好像就是身上缺了点，丢了点什么东西，缺少点什么东西似的，我骂一下他，啊，哎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还黑黢黢的呢？这直播间的哥姐们能看得到我吗？能看得到我吧？这样还能看得到一点点，这样能看得到是吧？哎呀，我的天，看不到了，对不对？哎呀，完了，我得帮我走一段路。哦呦，直播间的哥姐们，你们看一下月亮啊，今天的月亮格外的圆，看一下啊，这今天的月亮。你看，哎呀，我的天哪！这今天的月亮是格外的圆，我们要到有点黑，对不对？对，他们家这个路有点难走。哎呀，我的天哪！对，这翻过去就到了啊！直播间的哥姐们，啊，翻过去就到了。阿娇，阿娇。这怎么？哎呀，你们这个家真的是确实有点难走啊！这个，哎呀，我的天！哎，这大片亮，大片亮出来了，他们都骂我说我什么？我都不敢出来。啊，这个是你电脑是吧？对，你拿下来。哎，啊，这手机摔坏了几次了？今天摔坏三次了，加上这次就。把那电脑连一下。我不会弄，要插电就行了，是不是？插电就可以了，对。好。啊，欢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你把那个电插好，对，电插好就行。欢迎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来，我来吧。开机。你这里聊一会儿，我开机。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好，这怎么说话呀？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了。晚上好，晚上好。大漂亮走了没有？没有。大漂亮说等我过完生日他再回去。哎，对了，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没点预约的啊，给这个我主页上面那个26号阿佳过生日，我要给他操办生日，没点预约的给预约点一下好不好？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啊，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应该弹出来了，对，就在这个地方弹出来以后点一下这个预约啊，直播间的哥姐姐们行不行？行的话打个行，然后点了的打个点了。你到时候要让叔叔阿姨他们陪着我过生日是不是？肯定了，那之前过生日都不是孤孤单单的吗？这次过生日必须得隆隆重重的过。点了对不对？你看有这么多人愿意陪你过生日，是吧？那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你看，现在就你看，有100多个人点了，对不对？确实，谢谢你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啊！有点感动到了，没有，确实，谢谢你们啊，谢谢。预约了是吧？谢谢。大漂亮也是，她说陪我过完生日了之后，她就出去打工了，她就回家了，我回去爸爸妈妈那里了。她说她回家收拾衣服就出去。大漂亮，你去哪里呀？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可能要去找我爸妈，或者要去找我朋友他们那里。是吧？来，你把那个手机给我来。来。点了是吧？谢谢啊，谢谢。阿姑今天带了一个话筒过来。他说你们两个要唱歌。是这样唱吗？是这样唱吗？还没开始了。喂。哦。那么，怎么这么唱？这还没连好呢，连好了再唱嘛，好吧？啊，他唱歌是很好听的。谁？你。说实话，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称，叫你什么？叫我大哥。好吧，不行，比你大的嘛。哎，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你们觉得阿佳现在叫我怎么称呼我好一些呢？怎么称呼我？我一直还也不是。你好像你没叫过我，就拍这么拍，我记录了这么多的视频，他还没叫过我的名字哎。叫啥？叫老公？不能这样叫，他们说叫啥？不知道。你没看到字吗？他们说叫啥？哥哥姐姐们说叫老公。叫啥？老公。哎。啊！我的妈呀！我还坐在这里，你们两个是？不，这个狗呀，真的是。是他们打的老公，不是我说的老公。谁打的？他们谁打的？他们打的？哥哥姐姐们打的老公。他们打的啥？叫前夫哥。老公，你就叫前夫哥。他们没打吧？他们打的是什么？打了呀，你看好多好多老公的。打了什么？老公啊。前夫哥。叫前夫哥吧。是，不能叫，就叫阿古吧。啊？阿古。其实阿古是他奶奶叫给他取的名字，这只有你们可以叫我，是不能这样叫的。对，阿古的话是我奶奶给我取的，但是我奶奶去世了。哎呀，这个怎么说呢？阿古是他奶奶给他取的。我奶最爱我了，不知道我奶，哎呀，这不说了。叫前夫哥是吧？哦，前夫哥，好别扭。这前夫哥，老头，叫老头。叫啥名字是吧？他叫，你叫什么？我叫，他叫阿嘎拉古。我的名字叫四个字，知道吧？四个字，我怕你们记不住，然后他就应该就是让你们叫他阿古。不是，因为我阿古这个名字的话，就是一般就只有我奶叫我是这样的，但是的话，就是最亲的人嘛，就最亲最亲的人就是叫我就是阿古嘛，包括我妈都没有这么叫过我。啊，对，我妈都没这么叫过我，所以的话，我把这个名字就是取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是，我希望就大家叫我的时候，我就是，像我奶奶像我奶叫我一样，哎呀，其实我的话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我奶是最疼我的，我也是我最爱我奶的，啊，大家应该能理解，就是奶奶对她很好，对，应该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对我。不太会讲。
然后他奶奶去今年去世的，是不是？还是去年？去年了。嗯，他奶奶去年去世了，当时我不知道，因为他奶奶以前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奶奶还是对我挺好的，每次有什么好吃的都叫我吃的那种。嗯，哎，你把点再点一下呗，好像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你。哎，真的吗？啊，看一下来喜欢你的，你能，你点赞。那有喜欢我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我点赞好不好？点到50万好不好？50万？那是怎么说的？我也不会说。这你确定能点？还有28万哦，将近27万，27万3。哦，那就不要点那么多，应该不行。怎么能不行呢？你不相信你自己啊？好，那我相信我自己。那等一下真的点到50万了，你就唱一首歌。嗯，可以。好，那就唱一首你最拿手的歌啊。什么歌？等一下我再说嘛，让哥哥姐姐们来定好不好？给他哦，哇，现在都25万了，这么快？快26万了。哎呀，我26万了，谢谢谢谢。这太快了。谢谢谢谢啊，点点赞点，哇，27万了，哇，啊，快28万了，哇，唱。好，可以，你等一下唱什么歌都可以。你看29万了，看到没有？50万马上到了。50万的点赞、哦。哇，30万了。50万的点赞、嗯，哎呀，你太厉害了。嗯，谢谢谢谢哥哥姐姐，谢谢叔叔阿姨，谢谢谢谢。嗯，现在点赞好方便啊，点赞。我看我自己能不能点啊？好像为什么我自己点不了呢？你自己肯定点不了啦。嗯，那只能哥哥姐姐他们点，是不是？对。哦，那就辛苦你们了，辛苦了啊，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点着，谢谢谢谢。22719161。唱。很久没唱歌了，直播间的哥姐们。嗯，他唱歌确实挺好听的。哎，不要不要这么说。嗯，哇，快40万，40万了！谢谢谢谢谢谢。真的40万了。哇。40万了，彝族的敬酒歌是吧？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们把那个赞赞点够的话，等一下他会那个的。然后，没有加阿古粉丝团的，这里加个他的粉丝团，这样以后，你说加了之后，好像就是，他一直播你们就看得到了。这里加个隔空团，这里，谢谢你们，谢谢。哇，46万了，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点赞赞，会一点点，但是这个，因为他教我的是直播的话，就点这个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叔叔阿姨来看我们。谢谢，哇，好多人加粉丝团了，谢谢谢谢，我看阿姑的粉丝团是多少？哇，4000多个。4100多个，哇，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谢谢。等一下你们想听什么歌，什么歌就让他来唱就可以了，谢谢谢谢。哇塞，51万了，谢谢你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点赞赞，你们辛苦了啊，辛苦了，50万了，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谢谢你们，这么厉害。什么100万复婚什么意思？什么100万复婚？谢谢谢谢谢谢加入粉丝团，谢谢谢谢刚才点赞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辛苦了啊，辛苦了，谢谢。可以，
OK， 哎呀，谢谢谢谢。这点在这一块还得是你厉害呀，我的天。哎，真的吗？是的，我都没点到，我都点到过，我也点到过。其实我的我也有一帮就是爱我的哥哥姐姐。如果点赞，点赞要钱吗？点赞不要钱。哦，但是那不要钱的话多点一点。点赞费手劲，知道不？点赞一为一，只要这么点。那但是这个还行，它是一直按着就行，它按着这个地方，它就一直框框往上那个了。你比如说像其他的话，就是必须得就是。你要这么点，那手很酸的，对啊，大晚上的邀请直播间哥哥姐姐来我们直播间看直播就行了，还要就是一直不停的点赞。为什么要在那大家点赞呢？还把大家看着看着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就你比如说点着点着呢，哎，精神睡不了。对，我现在都57万50还在点呢，谢谢，啊，谢谢，够了够了的够了的，嗯，行，我这边调一下音，然后看一下可不可以唱啊？你这边你聊你的。好，喂喂，喜欢你们两个，谢谢谢谢。喂喂喂，可以唱歌了吗？哎，他在弄那个话筒。哎，因为我不会弄，弄不来。哎。哇，快70万了，谢谢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那点到两，如果我点到100万的话，我听不到你声音，我现在戴着耳机呢。哦，天色又在远处落下，大家喜欢你，谢谢谢谢谢谢。到时候家里的核桃出来了，还有梨呀，花椒出来了，我就多送一点给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因为核桃的话就特别多，就是刚摘下来生的那种，干的就不怎么好吃了，干的我们家都还有。大漂亮是吧？大漂亮的话，哎呀，可以了。好了，现在随时随地的可以去唱了啊！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26号是阿佳的生日，我想给阿佳就是过一场，就是让她就是终身难忘的一场生日。但是我害怕那天的时间呢，大家就是搞忘了。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现在的话，我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主页呢，我的账号主页呢，它有一个预约直播的这么一个预约，希望直播间20000号人。都听我的话，都听阿古的一句话，全部去我主页把这个预约给点了，行不行？可不可以？马上就花30秒的时间把这个预约点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唱哥哥姐姐们想听的歌曲，好不好？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行不行？点了，他们说点了，点了，谢谢，对不对？谢谢。还有各部分没点的话，对，就比如说，现在没跳出来，对，我的这个主页，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主页就是我的这个点开我的头像，我的主页有一个预约，就这个预约，把它预约好，行不行？可不可以？好不好？预约好了的扣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谢谢谢谢，他们说点了，你看一下。点了，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非常感谢直播间各个姐姐们这么努力的支持，好不好？感谢你们，谢谢。接下来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想听什么歌，打在公屏当中，阿佳唱也行，我唱也行，我们两个一起唱也行，今天就是玩，26号是阿佳的生日，从今天咱们就开始玩到26号那天，行不行？你不能拒绝直播间各个姐姐们想听什么歌就唱什么歌，直播间的各个姐姐们想让我们两个一起唱，那就我们两个一起唱，行不行？但是我怕我唱不好。生日三天乐嘛，这不？好的。还有多少天来着？今天几号？今天是1号。1号对不对？21号。还有5天，生日5天乐，咱就这么定了。可以的，直播间的各位姐姐们想听什么歌，打在公屏当中，让阿佳，让阿古。我不会唱歌，怕唱不好。我怕唱不好怎么办？
肯定能唱得好。嗯，真的肯定能唱得好，100%一定的，是不是？一起唱对不对？不是，我把你们家这个门关一下啊。嗯，你们家这个门吱吱吱的，是不是把大片的弄坏了？来，你先来弄，我来吧。你不会弄，你过来。你那个石头顶着不就行了吗？对，那个门坏了。门坏了，对不对？嗯。那个锁是不是断在里面了？不是，是那个。我看一下啊。这个坏了，对，哦，这个坏了。明天我给你买一个新的啊，直接给它换上去。不用，我自己。家里面要是电坏了，门坏了。只要是比如说男孩就是男孩做的那些事情坏了的话，你第一时间联系我好不好？不用不用。可不可以？真的不用啊。第一时间联系我，我马上变成你的工人。你先唱一首歌给他们听。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吧，那就。你出来呀。我出来，我害羞。你出来。我害羞。我真的害羞。你出来。哎呦我害羞。对你聊吗？不，我害羞。我唱歌害羞，我对着你唱歌害羞。我帮你念啊，我看，嗯，我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死了都要爱也行。他们说让你唱《红尘情歌》。红尘情歌还在学。嗯。我唱，嗯。还有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可以，嗯，好不好？直播间的哥姐姐们，先让我来给阿佳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不仅你唱给阿佳听，唱给直播间2.2万位哥哥姐姐们听。没点预约的，把预约点上，就冲你们这个一个预约，必须给他唱。那学歌学歌就不是为了唱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听嘛，对不对？是不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必须的。过年啊，不是过年。生日五天乐，咱们就从今天开始乐。月亮，代表我的心。哦，可以在这里点的是不是？哪里？我说你那里，电脑上面点歌是吧？啊，对。哦。哦，必须电脑点歌的嘛。我是在手机上点歌的。等等啊，直播间的哥姐姐们。我在唱歌的时候把免费的赞助点下，我先去外面吐一口痰，我在跟阿佳的旁边，我有点激动，因为激动所以说我去外面吐一口痰啊。其实他唱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挺好听的。必须的把这个气氛哦，不是把这个搞得100%帅帅的。怎么没有声音呢？这个，啊？喂喂，我没听到声音。把这个插上就有声音了。哦，这样子的。等一下啊，这个操作有点麻烦。知心爱人，他们说是，好多好多好多，啊，就是好多哥哥姐姐点歌了，我怕你知心爱人唱不完。哦，唱得完，我今天就是专门。月亮，让他先一首一首的来，好不好？来，我们掌声给阿古先生。我今天过来呢，就是冲着这个唱歌来的。直播间的哥姐姐们，有没有声音？有声音的给我打个有，有音乐的打个有字。来，你把你看着我直播有没有声音呢？有没有音乐的声音？来，现在开始调试一下这个麦克风，有对不对？有没有音乐的声音？哎，对。有对不对？有就好了。那你先唱。有 ，OK， 可以。那咱直播就是为了玩嘛，对不对？2.2万人了，谢谢！哇，80万点赞了，你看。哟。点到100万好不好？谢谢。这么厉害，这太厉害了！这直播间哥哥姐姐们。点到100万的话，哥哥姐姐说唱什么歌你就唱什么歌，好不好？唱首，对，唱啥歌，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还有这个小红，这个隔空团加一下，谢谢。嗯，还有隔空团加一下，谢谢。对，隔着空认识，隔着空聊天，虽然咱们相隔千里，但是不隔千里，我们只隔着一张手机屏幕，所以的话，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隔空团。哎，能不能这样，就是你先唱一首歌，如果好听了
那肯定哥哥姐姐才会认可你。你先唱一首给他们听，然后就如果好听他们就加这里，不好听就不加了，好不好？可以，那必须得唱好听。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非常感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来到直播间啊！接下来邀请我自己给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唱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不仅仅送给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姐，也要送给……哎，对，嗯，来，音乐起。我的天！哇，太好听了！不，等一下啊！帽子不要戴，对不对？好，帽子刚刚戴反了，直播间的哥姐们，帽子刚刚是戴反了的。帽子戴反了，刚刚就是没洗头嘛，没洗头就戴了个帽子上来，对，帽子戴反了。